我是宇恩，然后我先分享一节经文，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都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我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人。好，就是我在暑假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我跟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伙伴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我们没办法一直维持一起维持关系这样，然后就是我发现我发生事情之后，我就跟神祷告说，因为这一节经文是我一直以来就是很熟悉的一节经文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都委身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不能就是跟着人家就是好好的这样一起相处这样，对，然后而且那时候又快接近我要受洗的时间，所以我就很有压力这样，对，然后我就祷告祷告，然后就神有听我祷告这样，对，然后他就在那个服事的时间就感觉好像他就安排着我跟他就是发生事情的人这样一起服侍这样，可是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发生一些就是这个冲突没有化解，然后就一起服侍又会有一些疙瘩在，然后就一直延伸的冲突，然后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然后就一直拖到我要受洗前两天，对，那个事情已经爆掉了，然后后来我就跟着跟辅导也是有沟通这样，然后就是跟神祷告这样，然后神可能就是我觉得神就是好像给我一个最后一个机会，就是受洗，就是感觉到我在受洗前就是把这件事情解决，我才能受洗的感觉，对，然后我就前两天就是受洗前两天。把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对，我觉得就我解决完之后，那天睡觉就睡得很安稳，然后隔天去上课也就是都很 peace 这样，然后受洗很开心这样，对，然后我受洗完之后，我又得到了一句经文，是诗篇133篇，就是我们上周教会用的经文是那个第一节。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然后因为我受洗了之后，就想到这句话，对，我就觉得，哇，这么美，这么美好，对吧？就觉得，我是不是不止在教会上面，在我的朋友圈，在我的家人，在我的运动团队里面，我是就是要那个。就是跟他们一起很好 peace 在一起的，就是可能不要一些心结，不要一些心机在这个上面这样，对，就是我觉得神有听我们祷告这样，对，啊，将这些荣耀都归给神。